好哦，别针对好哦，好哦好哦好哦，别针对好哦，好哦好哦好哦，别针对好哦，好哦好哦好哦，别针对好哦。而且平时吃汉堡也这样了，都不吃了。少吃，也吃，偶尔吧，放纵一下。好久没有这么快的吃了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很开心，灵异了还啊，凉快，凉，都没淋湿，好遗憾。有声自带的 IP 当然是毋庸置疑，还有剧本修改过的。好点，修改过的，怎么回事？没事，就修改过。后边车还得快一点，再来一个。车慢了。真的很像谍战片，真的很像谍战片，真的。接电话之前就特别快的动车，不管有什么耽误，记住了啊，记住了，千万不能耽误。然后看了一眼，然后把电话接一下。这电话还是跟陈导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有什么好事。不管你怎么解决，剧组问题计划不能耽误，知道吗？嗨，领导，是是是是是，我听说了，没事儿，没问题，来来，我帮你解决啊，怎么样？哦，快递送错了，快递送错了，那可以申诉他吗？没事没事，我帮你找，我帮你找，好的好的好的。直接升上去。强哥来一下，强哥来一下，啊，欢迎好。
对对对，这是鞋油。这有什么用？人家以为是鞋油呢。鞋油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喷水是吧？先让他以为是鞋油，可以喷的，可以喷的。拿着包吗？这是假的吧？假的，假的。放大，右边放大，就是碰一下开关，就风的风量。莫总你好，莫总你好，热了都，热都这么一过就开关了。演艺圈就是个孤岛，所有人拼着命的划过来，他是幸运的上了岸。